世界上最小的袖珍女人是印度的艾姆格，她今年20岁了，却只有大约60公分高，像个洋娃娃。周四，艾姆格登上纽约的帝国大厦，为最新版的金氏世界纪录做宣传。帝国大厦是纽约最高的观光景点，今天在这里，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邀请了世界上最袖珍的女性来这里参加他们2014年的新版发布会。艾姆格在父母的陪同下出现，显然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曝光和关注，大方的挥手致意。艾姆格只有12磅，身高2英尺0.7英寸，大约是60公分，比一般2岁的儿童还低一些，跟纽约路边的消防栓差不多高。同时需要727个艾姆格叠起来，才跟帝国大厦一样高。不时被各种奇怪问题困扰，但是艾姆格还是乐于利用自己的名气向时尚达人圈发展，并出现在2部宝莱坞的影片中。从印度纳格坡来到纽约，艾姆格说很激动，特别在观看了自由女神像后，不敢相信自己站在自由女神脚下。今天又来到纽约最高的帝国大厦。金氏世界纪录每年销售300-400万册，在100多个国家有25种语言的版本。And I believe its perennial popularity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I think as human beings we are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extremes in whatever shape or form. 2014年的金氏世界纪录9月12号上架，新唐人记者蓝青、谢安兰纽约报道。